坐这个位置就行。嗯，来把医保卡给我一下。来看一下你的情况。嗯嗯，看到你这一次是过来复诊，上一次呢是耳朵里有大量的耳结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嗯，怎么样？上一次做完诊断以后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感觉？嗯，还会有一些痒，是吧？好，没问题。还有其他的一些感觉吗？耳朵有点堵堵的是吗？嗯，感觉有点堵堵的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好，今天呢还是我帮你做治疗，对的。嗯，你是有时间的是吧？嗯，好的，我去跟你确认一下。现在呢，今天可能做完诊断以后治疗以后呢，会给你开一点药，需要你回去自己坚持滴一下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那你跟护士去后边，我马上就过来，好吧？嗯，现在把手套戴一下，戴好了，坐在这儿，嗯，不要紧张哈。今天呢？做完这一次的治疗以后，应该会恢复的差不多。对，耳朵应该不会有一些痒痒和闷闷的感觉了，好吧？现在还是给你测一下体温，好吧？嗯，好，来对着耳朵，看一下啊，好，嗯。都算是正常的体温，对的，对，就是为了避免你在处于一个不舒服的状态下去清理耳朵，怕引发一些其他的病症，对。好，还是同样的，用这个手电筒检查一下两边的耳朵。这边耳朵看看啊，恢复的还可以，但是还有一小部分的需要清理，对的。嗯，看看啊，怎么样，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。嗯，嗯，上次把你那个耳垢清理了以后呢，它留了一些血，形成了一些小小的那种小血点，然后把一些耳毛给粘住了，不过没事，我帮你处理一下，好吧？嗯，我再看看这边耳朵，来，转过来点啊。这边还是有一个大的，对，深处有一个大的需要处理一下，对，然后呢，其实人耳朵里保持一些耳毛是非常好的，可以阻碍一些灰尘的进入，对。但是也是像那只耳朵一样，有一些耳毛呢，需要把那些打结的给你清理出来，好吧？嗯，
这情况呢，我都了解了，对。然后今天可能还是需要20多分钟的一个治疗时间，你这边应该是可以的，对吧？嗯，好，现在呢，我要给你的耳朵滴一些滴剂，对，然后耳垢的，根据你耳朵耳垢软硬程度的不同呢，我需要给你配比一些滴入耳朵的。同比例的笔记，对，好，再来一点儿，好吧，嗯，好嘞，对，看把它。充分的混合在一起，现在开始了啊，滴到你这个耳朵里，可以把头侧过去。液体呢，能充分的流入到你的耳朵内，对。怎么样？会不会？是不是有一些凉凉的感觉？动了，尽量还是不要动，对，这样可以让这个液体呢能顺利的流下去。边这个耳朵啊，头可以轻轻的往那边靠。这个耳朵会稍微有点疼痛感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你那里面还有一颗大一点的，得充分的把你这个尽量软化一点，待会再。
social media. Pensons, routine, tu l'as bien aidé.
Dumm.
Sondern durch Buschrunde. Okay, go to.这边就是没有特别硬的，都是一些处理。
就是这个茄子，把你这个刚才弄好的耳结给它摘出来，好吧？先弄这一个啊，来，头偏向那边一点儿，这样方便我待会给你钳出来啊。试着前进来一下啊，有没有很痛的痛感？好，是吗？好，对，它现在状态有一点变了，所以我就是不能一整个给它抽出来，一点一点给它这样牵出来。好吧，这个给你扫一下啊，这边都啊，来，这边就很好折出来，它已经就是比较松了。
出来一部分的耳垢，都落在这个耳朵。好吧，对，就相当于就是被魔镜所虐到的这些皮肤，你在家的话呢？最好还是不要自己用棉签去掏耳朵，然后把这些耳朵丢到深处，然后时间长了，如果清理不到位的话，就会造成你这种情况。这边耳朵，基本呢就是清理干净了，对，怎么样？觉得耳朵瞬间听力恢复了一些，没事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，然后呢，我最后再给你做一下消毒工作，对。会有一些燃烧的声音，对，就是它让那些燃烧的气体呢，可以灌入到你的耳朵里，起到一个消毒的作用，尽量呢，它在短时间内不会再长出太多的一些耳垢。靠近你的耳朵了，会有一些燃烧的声音，不要害怕，
그래도 对，它是有一点点的纤维在的。这就是今天所有的治疗，对，然后呢，你拿着这个医保卡，对，然后你直接去下面那个药房直接拿药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坚持滴到你的耳朵里，如果有漏出来的话，你就揉搓一下，对，没事。不辛苦，好，那你现在下去先拿药吧，好吗？有任何问题呢，你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公众号里，我的名字下边点进去，对，给我留言，好吧？这一次完成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些收费，对。他不能说就是帮你保全部的费用，好吧？可以洗澡，可以洗澡，就是你不要进太多水，像游泳一样把那个水灌到耳朵里不太好，好吧？洗脸、洗澡这些是可以的。